要像之前我一样带大家来动一动，因为呢，什么歌？没错，就是 Super 妈妈。因为我觉得呢，自己当二宝妈之后啊，才发现，哇塞，当妈妈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。那我也要致敬所有辛苦的妈妈们，妈妈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，爱把所有代志用做啊做好，爱把出来宽啊做好，然后又要顾囡啊顾翁，啊该摒扫。做这些代志爱无用的呀，所以今天就配合所有的 Super 妈妈，所以特别跟公司讨论了说，哎，是不是应该可以写一首，就是请老师帮我写一首 Super 妈妈这样的精神来替所有妈妈们喊话。那这首歌呢，它的副歌有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做，好不好？有的人会跳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来教你们一下副歌的部分。待会副歌，我是 Super 妈妈。然后妈妈要怎样擦玻璃嘛？今晚被大扫除，家庭事业一把抓。好好，然后再来，我是 Super 妈妈。然后拖地，能力不是咧操蛋。OK， 再来，我是 Super 妈妈。电杠下杠有名声，所以妈妈就厉害，就强壮。电杠下杠有名声。只要有我一定赢，往上抬，然后一样重复的动作，最后一句十八般武艺拢会通，因为做无用的，所以你就有点像打十三响，十八般武艺拢会通。Ending pose 记得往上这样子闪烁就 OK， OK 吗？ OK， 很简单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。
谢谢，婷宇，谢谢。好的，时间来到这个环节。